我现在是为人师表，说话要正经一点，正经一点。爽吧！我哋而家再讲多咯。Good morning， 我在干嘛？我去跨年追极光，结果没追到。可恶的极光！我就来到了广州。因为我是 vocal 老师，所以我什么都可以用唱。烧鸭啦，白斩鸡，蒸煲汤，好吃。是烧鸭。当导师嘛，所以形象要再严肃一点，所以我特地挑了这套衣服，垫肩的部分，然后还有这个白色，然后整个是西装笔挺，好，我也是一等那个气势。我的高跟鞋，我穿的那个是球鞋，球鞋。是，我就是个女王范。这招叫闻球指，有什么味道？这招叫看什么呀？如果我喊我自己一声女王，谁敢喊自己一声国王？啊，就是你们杰夫。10:50，我现在要出发去当我的 vocal 老师，录制《青春有你》。OK， 我们现在在车上翻转。嗨，他们说有几个曾经也参加过101，哎，我会不会有熟悉的面孔？我不会去设想说看到什么样类型的选手，毕竟是不同世代的人。期待跟他们碰撞出不同的东西，也可以从他们年轻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嗨，大家早安！哇，这么顺利的一条路。太有了，一张过。拜拜。有一次有一个化妆师，因为他戴了戒指，然后有一个老外就问他说 ：“Are you married？” 他说 ：“No。”George Jason 他好像会对焦某人。来追我呀，是来追我，是你手不能动，来追我，追我呀，他没有追我，那你是人气最高的节目。你有录到那句话吗？他说因为你是人气的没有人追你，因为你是人气的没有人追你。我去爬冰洞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外，他就突然要扶我的时候，他问我说 Do you have boyfriend？ 他要告诉你有真的，真的，他真的问我，我是真的被问。Do you have boyfriend？ 其实我应该回答说 ，No， I don't have boyfriend。嗯，然后再跟他说 ，But I have a husband and a son。son。昨天有一个歌迷一看到我，跟我说，天哪，你本人好清纯哦！哦，清纯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，多么不妥帖啊！可是我就觉得爽爆，爽。爆了，清纯这两个 means 你知道，我很 young， still young。因为年纪大的人才容易被震。你说这句话，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空想象成空间。有一次我不是买东西，我就带着静宝去一家店，然后那个店员就从门口走出来，看了我们一眼，他可能有认出我是谁，然后就往另外一个卖锅贴的一个店往那个地方去，然后我先生刚好在那边等锅贴，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娘说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 Ella， 哎、欸，他有惊艳到我哎、欸，然后我老公听到了就跟我分享这件事情，我那一整天心情。天上去了，我惊艳到他，好不好？很多路人看到我都吓疯了，都要去收金。哎呦，怎么那么漂亮？大概就是我们心情。今天我跟炫耀一整天，开心一辈子。耳返 ，OK。好，3、2、1，走，为我们进入通道。现在是晚上11:19，我现在还是晚上迎新会，终于录完了，现在还要抓紧时间，一会儿我们要去彩排。我上一餐吃饭的时间是下午1点吧，知道我们一届人生不容易了吗？还蛮厉害，好不好？李明星，我现在吃的这个呢，是我同事为我特别准备的生菜沙拉。今天最开心的是跟其他3位老师的相处，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比如像 Lisa 老师，她可能语言不通，她其实参与感非常的高，她很渴望加入我们，然后很想听我们说什么。Johnny J 老师就觉得他很酷，然后感觉是不是不太爱说话，其实 OK 啦，蛮健谈的，他常常被我逗得很开心。坤坤呢，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大男孩，对自己很要求，希望他偶尔要懂得适时的去自我放松一下，要不然我觉得他可能会很辛苦。期待明天看他们的表演。因为我是 vocal 老师嘛，势必要唱歌。唱什么样的歌呢？先卖个关子。
搞不好大家猜得到，好吧？我都几岁了，我怎么讲出来了？故意的，现在还说话，我就是想跟你聊天。你蛮有好的，你条件大。因为明天要在他们面前演出嘛，那你氛围大家一定盯着的，其实压力很大。现在半夜十二点多做一个节目不容易，真辛苦，加油喽！又唱错歌，做歌曲太习惯了，第一次在练习，但其实平日就应该要多多练习。现在啊，活该，好吧，活该。今晚不睡，好好饿。